是妞妞挂保证 GN 盖印章好穿到不行又显瘦到不行的裤子。再来，重点是它的刷色是怎么样，浅蓝色，它不是超级超级刷白刷浅的，它算是夏天可以穿的浅蓝色，真的真心推荐，非常非常的瘦哦。弹力啊，它非常非常高弹，你看得到的地方都是弹的，所以呢尺寸不要偷偷的买大买小，乖乖听GN的话，买正常尺码 S 就是买 S， M 就是买 M， L 就是买 L 哦。然后呢，它下摆啊有一点点小开叉，它的叉很特别哦，是开在斜前方，而且它的叉是前短后长，然后它的长度非常刚好，高的人差不多再拉高一点点，大概八九分的位置，脚踝会露比较多。那妞妞是161，我觉得穿起来非常修身。如果是150的话，稍微再盖下来一些些，我觉得没有明显太大的落差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驾驭的一个裤子。最重要的要跟大家说的点是，这一款是薄料的牛仔，所以它是薄透的，它是中腰，因为它靠在肚脐上，在肚脐之上是高腰，所以它也不算是低腰，所以呢它是中腰的位置，中腰的裤子非常的好搭配。如果接下来你搭一些短版的衣服呢，这种中腰的也很好搭。然后呢，像我今天搭这种小背心啊，我觉得也蛮好看的。